谢谢，时间中间咧无钱啦，就半晚一点钟的时间，互咱小姐来甲做安排。后半段节目啊，就邀请咱只好朋友来对着咱歌唱起，从咱家己来。来，即摆你刚讲过咧，介绍咱会唱的辣妹吼，啊，感官又感官水啦吼、哦。来，谢谢，邀请到咱漂亮宝贝珊珊，再来介绍到咱去唱古典歌曲《心情歌路》，来，用到咱个音响哦。